他知道在那住在哪？再演再演！我操！直接锁头的，直接锁头！我操！他妈了个逼的！妈了个逼！我看他们就跟个就跟个傻逼一样。锁哥，我操！哎他妈！哇操！这个。以后玩这游戏还是早点玩，早点玩。对，深夜不能玩。那个，飘零六的。我操！有在录。你知道去哪里吗？我不知道。官方不是有那个检举那个邮件吗？你说。我听别人说有啊。啊？你去官网去看嘛，会有的。不行你就上网那个百度或者那个你们用那个别的搜索引擎嘛，搜索问一下嘛。嗯。我记得是有那个，他们说那个视频，因为官方他那个更新以后。开通了视频举报，我操！这个视频举报是必封，没有那个的，封了还会确定封了还会反馈一个邮件给你。好。哎，手指哥被狙了，我操！手指哥，妈的，好，要锁了，看到一个人了啊！我操！牛逼！真他妈屌！真的提前开枪啊！这连挂都不会用，我觉得蛮会用的，好屌啊！跟个傻逼一样，你没发现？憨嘛，他那个游戏他根本没玩懂，你就要跑啊、跳啊什么的那种，看起来很憨嘛。都是开枪强啊，不是可以了吗？生安的皮，是我的吗？这边打两枪，那边打两枪，他妈的！我有挂，你挂吗？这第二天兵开始装逼开了。挂逼。